不知道大家平常对 AI 在下指令的时候呢，会有多少内容呢？我看大家普遍都只有一句话到两句话就搞定了这个 prompt。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生成会议记录的摘要，就单纯只有讲我要生成会议记录的摘要。但是这样的指令真的可以获得你要的最终结果吗？今天我们就来提供一个基本准则，让你之后呢在撰写给 AI 的 prompt 呢，可以更加的完善哦、喔。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一对一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观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阿汤。现在 AI 的工具呢，越来越多，而且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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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选择。 但是呢，对于很多刚开始入门 AI 的人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下这个 prompt，也就是要给 AI 的指令，要怎么下才可以比较完善一点。我发现呢，蛮多人在跟 AI 沟通的过程中呢，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需求，但还是很常会需要反复沟通很久之后才可以得到结果。这主要呢，都是因为在下这个 prompt 的时候呢。 不够精准或是不够完善，导致了你每次都只有一句到两句话给 AI 之后，AI 会生成一堆不相干的内容，你要再重新透过问答反复的去筛选之后，才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一个我自己在使用的 AI Prompt 的准则，去作为参考，让大家呢之后在跟 AI 要求内容时候呢，应该可以更快产出你想要的结果哦。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视窗分成左边还有右边那、啊、很清楚了。 左边呢，就是用来看一下简易指令生成出来的结果；右边呢，就是比较详细的指令生成出来的结果。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个基本的 prompt 的准则，就是这个详细指令大致上应该要怎么去撰写才会比较好一点，会有一个基本的准则给大家去做参考。好，首先呢，我们来试一下，如果是简易指令，今天我只是想要分析二零二四年台积电的财报的话。 那它大致上会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直接来送出，在这个等待的结果呢，我们顺便看一下右边这个详细指令，大致上要怎么去定会比较好呢？以我自己来说呢，我在下这个 AI 的 prompt 呢，我都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存在。当然，不同的场景下会把这个基本准则呢再做一些调整或更详细的这种修改。那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准则，所以呢，大家不要去太过刁钻的。 来看待这个公式。好，那我对于详细指令的这个基本公式的准则呢，也就是人事实地物放第一个。比如说你今天是想要分析台积电的财报的话，那我必须要给它一个角色，那这个出来的内容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第一个人事实地物呢，我就给人嘛，那就是专业财报分析师的视角。第二个呢是把事情呢都说出来，你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嘛？来，再来呢，你必须要给它格式。 格式呢？你可以给他说，我只要分三大重点条列就好。在第三个呢是语气的部分，你想要他用什么语气来回答你？第四个是目标性，你这个产生出来的内容，你目标是要给谁去看的？因为如果你问比较专业的内容的话，你没有告诉他你的目标族群，他基本上就会回答你很专业的内容。但是呢，如果你给他一个目标族群不是这一类专业的话，他给出来的说明呢会更白话文一点。 那所以像这边呢，我们目标呢是给他一个非财务背景的民众要看这份财报。最后呢，我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再给一些限制。那以大部分限制来说的话，你可以给他限制一些字数的部分。所以呢，你看像这个财报，我只要他给我三大重点条列，啊，语气要简单明了，总字数不要超过两百字。重点是我的目标是要给非财务背景的民众来看。你看光这样的指令的详细程度跟这一句话是不是就差别很大呢？ 好，米这样的公式准则来送出看看。好，在产生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回到左边刚刚这一句话指令来产生的结果，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财务分析的总览，基本上呢都有写出来嘛。可是说真的，单纯这样看，如果是不懂财报的人，或是对这部分没那么专业的人，要来看这些呢，应该会比较困难一点点。虽然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没有到很复杂，它给的也算简单了。 只是呢，我们讲的是，如果是以没有财务背景的民众的话，他要怎么去看出这个结果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边，如果以这样的 prompt 产生出来的结果会是长什么样子。格式的部分我们刚刚讲了嘛，我们只要它呢分为三大重点条列。好，这边就比较简单一点。你看，那二零一二四年的营收呢增加了多少？然后毛利率呢回升了多少？那比较要注意的部分有哪些？这样的话，你看对一般民众来说。 他就不用看那么详细的财报，他只要针对这三大重点去注意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光这两个 prompt 呢，一个一句话，一个呢是按照需求来生成，产生出来结果呢，让我们去查看呢，就会有点不一样的结果了。好，再来第二个呢，是职场上很常用到的就是整理会议记录。大部分的人呢，想要整理摘要会议记录的话，都会把逐字稿打完之后。 就直接告诉 AI 说哦，整理并摘要会议记录，就这样而已。或者是你直接丢给他语音内容嘛，然后让他去整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一句话整理出来，大多是长什么样子？好，基本上呢，你没有加任何的指令情况下呢，会议记录普遍都是千篇一律会长这样子。会议的基本资讯啊，然后重点摘要就会详细的全部摘要出来，就这样。那如果你需要会议记录哪些部分，你就必须要再去问一次。 但是其实认真来说，大部分的人如果是需要会议记录的部分，他其实会是需要记录里面的重点、决议以及代办事项为主。所以基于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重新给他详细一点的 prompt。那以我们刚刚的准则来说，我们必须要人事实记录其中一个，再来是要有格式、语气、目标还有限制嘛。好，这边呢人事实记录的部分呢，人我们就是会议记录者，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都把它写出来。 好，再来呢是格式的部分，我们只要讨论重点、决议还有代办事项，把它整理出来就好。语气的部分呢，因为是会议记录，所以我们要正式明确。目标呢是要给大家同仁一目了然，就是比较方便查看。最后限制呢，我是给他每段不要超过五十个字。好，我们来产生看看结果。好，一样的，上面呢会有会议记录的基本资讯在这边，然后按照我们的三大重点来把它条列式出来。第一个是重点。 有什么样的内容？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些讨论的内容呢，决议了哪些事情？最后我们有哪些代办事项，把它条列式出来。好，其实呢，你看会议记录这边弄了一大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再去询问我们的会议记录的重点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在详细的 prompt 这边一次给他之后，这边才是真正摘要出来我们要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这个差异很大？所以呢，光是用基本的准则来产生这个 prompt 呢，差异就会有很多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三个范例。第三个范例呢，就是大家很常用的用 AI 来生成图片。好，比如说呢，我们直接最简单的范例，常会像这样子生成一张办公室图片。这个呢，一点都不夸张。到了现在，我还是看蛮多人在用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 它还是有简短的一句话，只有生成一张什么东西的图片，但是永远不加详细的说明给他。这样生成出来呢，我认为没有问题，只是呢这个图片的细节会比较少一点，因为等于呢你所有的内容都交由 AI 来帮你决定了嘛。那你其实真正想要的内容没有描述进去的话，就会进入反复修改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你的办公室图片，等一下生成出来。 少了什么东西，你又要再加它补进去；少什么东西再补进去，或是多了什么东西，你要加它把它移除掉。其实这个反复生成图片，你又要花掉非常非常多时间。好，给大家看一下生成图片的结果，一张办公室的图片，它真的就给你一张办公室。但是大家应该会觉得，像这样的办公室的图片，OK，它是办公室，但是好像少了温度嘛，因为一个人都没有，有点怪怪的。好，所以呢，我们指令器可以换一下，像这样下。 我们呢要有人事实例物放在前面嘛，那我们的角色视角呢，我们就以插画家的身份好了。然后生成一个哪一年台北市现在办公室，然后是要白天哦。那我们要加入人的部分嘛，要两名年轻男女同事讨论。格式是什么样的东西？风格，然后目标，以及呢要有一些限制嘛。其实你要生成图片的话，要把这个图片的 prompt 呢再更详细都可以。我前面有讲过了，这就是一个基本准则而已。 好，我们来试一下用这样的方式生成出来的内容又会长什么样子。好，右边呢，我们这边透过详细的 prompt 呢也生成完毕了。好，要按照我的需求嘛，十六比九，然后年轻的男女办公室，然后我是用插画家的身份，不是实际的照片，所以呢，这是插画的结果。你看呢，有详细的 prompt 呢，这个生成的结果呢，细节是不是就比较满一点？就不会像左边这样的内容呢，用简易的 prompt 呢生成出来的内容呢，比较干一点。 那右边这边呢，就会详细一点。虽然我是用插画的方式嘛，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得出差异是真的完全不同的。再来是呢，创业的人呢，很多也会用 AI 呢来给一些建议嘛。那如果最基本的，大家可能会像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开一个咖啡厅，请他给我一个开咖啡厅的行销建议。好，他一样会很热心的直接给你一些行销的建议。第一个呢，要品牌定位明确啊，然后社群账号什么的，然后讲的还蛮清楚的。 感觉好像还蛮详细，还不错的，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你今天是要开咖啡厅的话，你应该会有比较明确一点的，比如说你要地点，什么时候要开幕，然后呢，主打的客群是什么？其实你应该要告诉他会比较好一点，否则你看，其实这些内容呢都是比较广泛性的建议啦。所以呢，在下 prompt 的时候呢，应该要更详细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详细一点，套用一下我们的公式。 就是有一个视角，人事、实地、物，然后格式、语气、目标跟限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既然是想要行销建议，我们个视角呢，就给他一个行销顾问的身份。好，人事、实地、物嘛，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幕，在哪里开幕啊？主打客群是谁？啊，我们请大家就给简单一点，三点行销建议。 格式要调列式出来，语气要专业啊，亲切一点，不要太凶哈。目标是为了提升开幕的时候的人气，每一点的建议不要超过四十个字。我们来看一下，透过这样详细的 prompt 呢，生成出来的行销建议会长什么样子啊？你看，直截了当，因为我们有讲了，我们目标是要提升开幕的人气，所以它主要就针对开幕人气这件事情，给你的三点建议。第一个呢是学生证打卡送饮料嘛，开幕活动。 好，第二个呢是跟 IG 校园网红合作制作短影音来扩散这个话题。第三个是设计期间限定了考前加油套餐来创造共鸣。其实你看，这个是我们真正要的内容。那如果你只是叫他给你行销建议，这些其实真的都非常的广泛。我认为这种简易的 prompt，这一句两句，是真的你完全没有想法的情况下在用的。那如果你其实有一些基本的想法的话，比如说像是什么时候要开幕、地点在哪里、你主打的客群目标是谁的话。 一开始就讲好的话，你就不用再浪费太多时间，一直来来回回跟 AI 做沟通，就可以比较快获得你想要的这种结果。好，看完上面几个简单的范例之后呢，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次，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完善的 prompt 的话呢，应该要怎么去撰写会比较好一点？好，以我自己来说，基本的准则公式就像这样子，第一个呢，尽量可以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是视角。 然后在时间、地点，针对什么样的主题或是对象，就比如说像这样子，以讲师身份，然后二零二五年暑假大学 AI 入门课设计一份午夜简报，这是时间、地点跟针对什么样的主题或是对象嘛？啊，再来是要用格式、语气、目标跟限制条件来完善这个 prompt。比如说我们今天格式是想要几页的标题，或者是加多少的重点。 好，语气的部分呢是鼓励，啊，比较浅显易懂一点。那目标呢是想要让新手快速掌握 AI 应用轮廓。那限制条件就是每一个重点是不要超过多少个字。所以你看，像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完善这个 prompt。我不能说呢你所有的需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撰写而已，但是大部分的需求，如果你要撰写 AI 的 prompt 呢，以这样的准则为原则之后再去扩张。 你想要的条件或是需求来写会比较好一点。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就不要再每一次都只有用一两句话来让 AI 回答了，这样你会浪费很多时间来回去做沟通以及修正。尽量以这样的方式一次性的完善，得到了结果也会比较好一点哦、喔。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帮助。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这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教学的话，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